法庭之上，端坐着的几个梳着大背头的男人，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些什么？反倒是在底下被烤着的女人显得游刃有余。她抬头问：“法官大人，有没有烟呢？”惹得围观百姓一众谩骂。陪审席一个男人不满：“希望被告的态度庄重一点。”女子冷哼一声：“他这么猖狂，自然是有资本的，因为他是金碧辉司令，川岛芳子。” 满洲国安国军司令，当然，他这一生有过很多身份，做过人上人，也做过阶下囚，做过日本人，也做过中国人。一九一三年，满清帝国被推翻两年，中国已然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场面。肃亲王的十四格格贤子被赐名东珍，意为东方的一块珍贵瑰宝。他生来就以光复满清王朝为使命，被肃亲王送去日本。 任川岛浪速做义父，唤川岛芳子，从此背井离乡，异国颠沛。那时，尚且年幼的贤子哭着喊：“我不是日本人，我是中国人。”少女时期的川岛芳子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，她的剑术出类拔萃，被任命为松本第五十步兵联队少尉，样貌也同样上佳，众多军官常被初见的芳子惊艳。然而此时。 远在中国的肃亲王和贤子生母双双病亡，他自小流落日本，如今更是孑然一身。同龄女子问他：“你家是不是在中国？”方子回瞪他一眼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当然。”我的家乡，我家乡在我妈肚子里。少女方子同样也有过一段青涩的初恋，山家亨，一个身份和地位都不算配得上他的日本军官，偏偏方子最是喜欢他。 他热情活泼，还有娇憨的模样，在山家亨面前一展无余。他那时最重要的梦想之一，大概就是做山家亨的妻子，为他做自己最喜欢吃的红豆糕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义父川岛浪速将年轻貌美的芳子介绍给蒙古国王子甘珠尔扎布，并要求其与蒙古王子成婚，借用蒙古的势力复兴满清王朝。而蒙古国王子。 被初遇时方子的美貌所惑，很快答应下来。他的义父川岛浪速不过一介文人，却心比天高，妄想插手政治，为达目的，竟然做出乱伦之事，强奸义女。方子性格刚强，转头便削发明志。他一头短发，英姿飒爽，不似女儿身。这时，山家亨匆忙赶来，想带着方子私奔，但他如何能面对自己的过往？ 更不用说，他身后是复兴满清王朝的重担。我一出事就注定要玩这个游戏。你是一个女人啊，女人不可以做的轰轰烈烈的吗？山家亨不能原谅方子就这样抛弃了他，拿出了一把枪，告诉他欠了他的要还。川岛芳子对自己够狠，他拿着枪对着自己，毫不犹豫开枪，当场去了医院。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结扎输卵管，医生不肯。等他们走后。 方子拔了针，摔了滴液瓶，拿着玻璃碎片抵住自己的脖子，威胁医生做手术。她想的比谁都清楚，就算是嫁给蒙古王子，也绝对不会做一个生孩子的工具。一九二七年，川岛芳子和甘珠尔扎布在旅顺结婚，那也是生父肃亲王当年病逝的地方。她穿着绛橘色旗袍，头戴白纱，眼中无光，拍照的时候连假笑都不舍得给。三年后。 川岛芳子离婚，从蒙古逃回日本，与义父川岛浪速决裂。他浪费了三年，在一个无权无势的王子身边，他实现不了他的野心和欲望，同样也给不了爱情。而芳子是铁了心要脱离义父掌控，独自一人去了上海。一九三零年，芳子孤身来到上海，她手里提着木箱子和钱包，惶惶走在街上。那时，她没有任何势力可供依附。 突然有人撞了他，抢走方子手里的钱包，但很快又有一个身手极好的男人替他抢了回来。他长得很英俊，是武行里的小生。捡起方子手里的日本钞票后，立马还了回去。好事做尽，并不打算留名。还是旁边人一声调侃：“阿你这个龟子，一辈子没见的女人啊！”方子才知道他的昵称。萍水相逢，最终阿福留给他一句：“小姐。” 守得云开见月明啊！那是芳子在上海遇到的唯一一个凭借善意对她好的人，而且回报的微笑都发自真心。但川岛芳子的野心从不止于此，她利用自己的美貌混上了舞厅，成为上海有名的男装丽人，攀上了关东军司令宇野俊吉，靠着裙带关系在上层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也有川岛芳子的手笔。 随后，跟于野俊吉帮溥仪建立伪满政府，但皇后婉容尚在天津，将皇后带来的重任便委托到了芳子身上。她一身风流，红唇烈焰，气质如妖，用着女人的手段勾引婉容。而婉容皇后痛恨着大清朝，却不得不因为这个身份而背负更多。碰到芳子一般和自己相像的人，自然不堪引诱。但芳子将她从天津带走后。 立马变脸，丝毫不顾念旧情。他说：“你别跟我开玩笑，皇后，你这一辈子都是满清皇朝最尊贵的皇后。皇后要背负的东西，对身为格格的她而言，又何尝不是一生的枷锁？”一九三二年，满洲国成立，川岛芳子被任命为安国军司令。此时，初恋情人山家亨找上门来，他是日本派来潜伏在满洲国的特务。 妄想与芳子旧情重燃，然而后者比他清醒许多。芳子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毅然拒绝。不久，她又被派去上海，得以遇见两年前救过她的阿福。只是两年前，她尚且不过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子，而现在，她有权有势，有着无尽的欲望和填充不满的野心。阿福的真名是云开，成了武行最有名的美猴王。 他被芳子邀去做客，却不想在知道芳子的身份后，瞬间退避三舍。金司令的酒，太血腥！川岛芳子是汉奸，我也是为了中国好。关东军害得无罪黎民，远离爹娘，抛妻弃子。当今兵戈四起，生灵涂炭，在下以身报国。但川岛芳子不再是原来那个什么也做不到的女人了。 他在军中的地位无与伦比，随即派人抓了云开的武行师傅，逼迫他唱戏，这使得两人裂缝愈发深。一九三三年，满洲国从热河开始扩张，皇女出战受了枪伤。那时，他替日本人办事的形象深入人心，不知有多少人恨他要他死。一九三五年，热河新开张了关东军势力的酒店，云开带着人前来刺杀宇野俊吉。 他的真实身份是抗日革命分子，却被误伤。方子最终还是救下了他，只将他一人带走，替他取出子弹。事后，方子试图劝说云开和他一起建立满洲国，利用日本壮大自我，然后再抗日，但惨遭奚落。那个时候的川岛芳子，疯魔一般扩张自己的欲望。他坚信，能靠日本壮大中国，抵御西方列强。我的皮肤跟你一样，是黄色的。 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。我们没有钱，没有知识，没有炮弹，没有科学，但是我们有的是人呐、啊。牺牲一些可以富国强兵，可以安定太平。不要，不你能骂我是汉奸，我,我很开心啊。因为最起码你承认我是中国人。他冷酷，杀伐欲夺，试图玩弄于股掌之间；他多情，顾念最初留给他的一抹善意。 他偏有贪心，宏图壮志与儿女私情，二者都想要。一九四零年的川岛芳子逐渐变得多疑，他不信任周围的任何人，因为太多人想要杀了他。特工、国民军、反动激进派，甚至初恋情人山家亨前来劝他加入日本阵营，也惹得他不满。昔日恋人，一人手里藏了刀，一人屋内酒有毒，都想置对方于死地。 最终，两人决定去庙宇中祈愿，方才明白，对方和自己是两路人。川岛芳子还是走了，又从中国回到了日本。他生于中国，长于日本，却无一处是他的家。满洲国覆灭，芳子大梦成空。回头一看，川岛浪速，这个将他引上不归路的祸根，竟然年弱体衰，连失禁也不自知。后来，他被革命分子抓了，指控他为汉奸。 他叼着烟，坐在法庭中央，堂而皇之地说：“我是日本人，不是中国人，最多算是战犯，不能说是汉奸。”但这一切都被川岛浪速给出卖了，他的国籍与身份被人扒出，他自认做的光复中国之事，也全被指认为汉奸行径。川岛芳子四十一岁的时候被判处枪决，临行前，他见到了云开，而当年那个权势滔天的军官。 早已蓬头垢面，沦为阶下囚，身份不在，地位不在，美貌不在。一声枪响前，他尚且有过害怕与后悔，却不知幽魂是否依然故在。乱世遭逢红颜醉，波澜乍起风烟凝。国破城亡萧残骨，腐草化泥绕流萤。自见清晨叹清晨，不慕盛名逐盛名。 世人偏怜弱女子，谁解戎装春梦情？川岛芳子一生轰轰烈烈，所求皆不可得，想爱不能爱，想恨不能恨，想争争不过命，想反抗，不知该反抗谁。她生来便无安所，流离日本又流离中国。女人的手段，她信手拈来；男人的做派，她也不甘示弱。但偏偏执念太深。 最后反倒是空梦一场，一段情是少女梦幻，又一段情是手中棋子。后来真心也变作假意，奈何浮生匆匆，伊人终消。故事配老酒，明朝再聚首。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，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。我在等诗，也等你。